从欧洲的罗马尼亚赶过来跟你挑战，我认为你这个很不赚，办得很不地道。第一，我是对你是本人发起挑战书的，你却找个体重级别都不在我的，都不在我一个档位上的，我多少180斤，我是对你本人，你却呢叫人代打，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认为你是你不对尊重武术，不尊重武术爱好者啊！我现在正式的重新的对你重新的挑战，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武术打法和你的自由搏击和你的综合格斗来场正规的公平的切磋比试。我今天是好、哦，你是代表他，今天是他代表吗？你认为我180斤，我是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啊？我180斤，你120斤，我怎么给你打？是不是啊？不，你先别说，我先给他说，你们这旁边人在旁边这，我认为你对武术爱好，武术完全是个文盲，啊，我在欧洲的人，武术爱好者，欧洲的职业拳击赛。他们对武术的练法，武术的全部都是非常的崇拜，而我这次我们中国人只是对武术没有真正的一种切入点啊。现在是现场夺冠，我认为你要决定要跟我打一场，我觉得认为你是一个武术的文盲，经过我这场比赛后，我让你这认识到中国武术的一种真正的实战的意义。不是，那你别说，你别先说，我先给他说完，但我跟你没关系，是吧？这次仗着我是挑战书是徐小兵先生，对我是很有礼貌的，我也受过教育的。我觉得你有些话对武术爱好者很不尊重。我希望我们这次的切磋，我和你的切磋，能为你打开个扫盲的一种行为，武术的扫盲。不是，我希望别忘，我希望这个视频你有全国的武术爱好者把个视频传达给你，啊，请你给我一个明确一个答复。不是，那你意思就是要跟徐晓东打？对，就因为你的级别，而且我认为你很不尊重武术，很不尊重武术爱好者。你的体重你的级别根本不在我的一个档位上面，我怎么给你打？而且我是对你徐晓东本人发起挑战书的，你却在叫人代打，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不明白。行，那我知道了，你知道你的意思。那行，那我帮你把这个好这个对好吧，啊，行吧，对，可以。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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